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战火已燃，羽毛球项目的比赛将于9月28日在滨江体育馆内展开为期12天的男女团体及男单、女单、男双、女双和混双七个冠军的争夺。明天上午，滨江体育馆将正式拉开帷幕，迎来各支参赛队伍的首次热身训练。中国羽毛球队将在上午进行赛前适应性练习，傍晚左右，国羽亚运会参赛人员将正式入驻亚运会运动员村，开启本届亚运会征程。杭州亚运会的羽毛球比赛场馆位于钱塘江畔的滨江体育馆，因其碗状外形被当地市民称为小白碗。这里曾经是2017-2019赛季 CBA 浙江稠州银行男篮主场。在亚运期间，它将见证羽毛球项目团体及单项的七枚金牌的诞生。目前滨江体育馆已经进入运营的最后测试阶段，场地设置为四片比赛场地，训练场馆在体育馆的二楼，共有九片热身训练场地供赛期间各支参赛队伍使用。鉴于羽毛球项目的训练需求，目前热身场地内的力量训练等器材已经就位，每片场地的球网侧面都装有一个说明牌，标注了各支队伍的使用时间安排。亚运会工作人员正在仔细擦拭观众席，开赛后参赛选手们将在这里接受各家媒体采访，在滨江体育馆外发现熟悉面孔。据悉，该场馆经过一系列设施升级后，在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结束之后，也开始同时承接篮球、羽毛球等多种球类项目的比赛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